好。Good morning，今天是February 26th，在这里呢叫鸭子湖，我在这里呢，做一个湖边的讲话，湖边对话。今天对话呢，我就想又想跟，President Joe Biden，又想跟那个，民主共和党主席，这个罗纳，那个当尼尔，这个还有那个前总统那个川普，来进行一番对话。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呢，堂堂正正就讲自己的观点，不要是针对某一个人。因为现在呢，大家都在关心一个大家都是 Fox 是一个拉萨同乌克兰，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争，这个怎么打起来的，怎么收场，将来中国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这个正是一个大家一个这个正在生命上一个玄机。但是我想呢，我也想中国的应该起一个什么的决策呢？首先，中国是主张王道，对吧？这个主张这个和平解决这个危机，争端危机。那么，中国的和平解决这个争端危机做到了没有啊？应该说，基本做到了，但是没做好，解决没解决了，和平没有解决的问题。俄罗斯这个虽然用了这个武力的手段，但是解决了问题，这个中国树立一个风头，对吧？那么就是树立一个榜样，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中国怎么能借助这个榜样，俄罗斯这个榜样，以此为鉴，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台湾问题。现在大家都把这个乌克兰危机和台湾问题混在一起，当然了，一个是这两个性质有些问题，一个是所谓这个从一个乌东地区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两个主权的国家就是形成自己的主权独立，一个呢是台湾呢要宣布自己主权独立，这两个东西扯在一起的话完全不搭杠，那么正好说明正是矛盾的东西我们才能找到统一的东西，但就正找到它的统一性，我们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和矛盾转化的方法，中国如何来处理这个无论欧洲欧盟，还有处理欧盟关系，还有处理和美国关系，处理两岸关系，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我想在这里呢，我因为是身在美国的华人，我第一个要以中国的这个人民这个和国家统一的利益为第一点，第二点要考虑美国利益也能够最大化，第三点我考虑到台湾问题这个出处，这个留有余地，不出处台独和独台的人往哪儿走，按照联合国宪章，按照275号决议，这个台湾这个搞台独的人，搞分裂的人，搞这个独立王国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人，给他们一条出生路，他们怎么走，这个是我今天考虑的三个留有余地我在这里呢就跟大家来讲机遇，能够抓住认识机遇，机遇改变命运，这个机遇就在于你是认识不认识这个机遇我觉得呢老父亲给我起个名字叫大海那么也是因为我是在海里出生，在海边长大，是吧？我是在台湾这个228事件这个大风大浪中这个出生的今天呢我就想到228这个烛光里的母亲和外婆，我是在台湾怎么把我从那个228事件孕育在台儿里的孕育，然后6月28呢出生在台北的一家日本人的那个诊所出生，然后又经历了3天的这个台北这个血雨腥风，这228事件的后处理，最后我们决定离开台湾，然后返回大陆。没有，当时没有选择去美国。当时呢，当然也有人去美国，因为美国这个花费要更高。当然我们觉得对新中国的建设还抱有希望对新民主主义中国还有一点的希望，所以我们抱着建设中国的
新中国这个目的啊，返回到大陆。这个事情呢，我就今天不是今天讲的主题，今天讲的主题是从二八事件。二八事件实际本质上是中日战争的延续。这个吴克章啊，对台湾那个一个教授，吴教授谈的这个很好。马英九没有认识到中日战争是这个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啊。蔡英文他们的认识更不够啊。跟那个包括蒋中正、蒋介石，还有这个蒋经国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高度上来啊。因为二八事件就是。蒋介石认为是中日国内战争的延续啊，这个所以呢就采取了一个大屠杀的一个做法，但是这个是本质上是日本这个中日战争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我简单的说一句，8月27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个是无可奈何的一个是被迫，但是日本人是不能。所以他在人投降之前，他做了一个货币战争的手段，就禁止了大量的钞台币、新台币，把这些台币呢分给台湾人呢，还有分给市场上，就把台湾这个市场上的物资啊抢购一空，这种抢购一空的。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国民党没有办法维持这个社会正常秩序。就战乱的时候呢，这个物资条件啊，已经经济基础已经破坏，所以社会上的就出现了不稳定。就像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当一旦发生战争，那么物资短缺，各方面的利益都是生活利益各方面都不能得到保障，国家就会动乱。这个样子呢，我们就台湾问题就爆发了这个二八事件。二八事件的导火索是烟草专卖局的小小商小贩，他卖这个烟，卖香烟，卖这个些小摊贩。警察呢就像现在大陆的那个城管一样，在抓这个小摊贩，并且采取了暴力，可能是施加的暴力吧。因为大陆现在也有很多的私家暴力的这种现象，执法暴力执法这种现象，老年人跟村民那个现象啊，这个但是呢因为被压下来啊，但是台湾这个就没有压下来。台湾在这个大背景下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日本因为存在的一个抵制国民政府的一个程序，你们来了之后现在是物价飞涨。物价飞涨的原因本质上有两点，一个是大陆人来了比较多的人一下子涌进台湾，第二个物价飞涨的因为印了很多钞票短缺，日本人也印了很多钞票，所以这两家一加一就把这个市场的抢购一空，这就变成短缺了正常的生活过不下去了，那么过不下去就把矛头啊就把这个现象矛头啊就积攒起来，就对准了国民政府台湾的国民政府，这就变成了狗去出来牛马不如，就狗年来去，就是狗年走了，猪年来了，就猪年就1947年，猪年来了牛马不如，就人民的生活呢牛马不如，这才是二八事件的大背景。而我们呢，就把这个大背景下呢，那爆发了其他的一个冲突，冲突是后来发生的，这个冲突是一个现象，本质是中日战争，还有。这个国共对立，包括那个谢雪红，这些都是把这个造反起义这个旗号。所以说呢，我们说呢，在这里面，我们为什么不提二二八事件呢？不讲清楚这个原因呢？因为我们都欠这里都有自己的个人，就自己的政党的利益，还有自己本身的一个执政的利益，另外。台湾那个台独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就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国民党和民国政府，同时呢，它抱有的，因为台湾台独党就本身就日本人的一老一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问题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我们抓住一些台湾人的一些怎么动物的武啊，怎么样的杀
的人呢、啊，怎么样的？后来出现了残酷的暴行等等，把矛头集中到后面去。我们现在谈，现在苏俄啊，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争的本质，我们想这个本质呢，就是实际上是欧盟啊，北欧北约呢、啊、扩张，把乌克兰呢啊，就分裂出去的乌克兰呢，本来是承认的。那个俄罗斯想承认乌克兰就是兄弟友好，这个就像一国两制一样啊，一国让你那个乌克兰独立，让你独立呢，结果成为一个友好的邻邦。如果一国两制下去，就会出现乌克兰。这个中国要吸人动教训。所以邓小平的理论呢，是不全面的，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已经不能解决台湾问题了不但是我们觉得不能解决，台湾人也觉得不能解决，因为台湾人就叫的是什么，一个国民党要求他的台湾那个主权，这个实际上的中华行使中华民国的实际在台湾的主权，民进党的要求的诉求是台湾独立一边一国，这是两个对两个根本在违反这个，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大背景下呢？在联合国宪章一个中国原则是代表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可是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他不敢承认自己是代表中华民国，因为在法理上从不正言不顺了，因为他没有法理的中华民国的继承中华民国的宪法。没有继承权，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呢，觉得没有充分理由，没有必要的一些必要条件，但在法律上它具有了必要条件。这个法律上必要条件就是因为呢，成立这个新政府，1949年成立一个人民的这个人民的新政府，就是人民的共同纲领当中提出的People是 Republic of China， 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承认，但是它还除了自身承认以外，还有一个国际的承认。国际承认是在1971年这个27582决议，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这个27582决议。27582决议分了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恢复依照这个联合国宪章它的宗旨的原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就是中国的中国的国号，注册的国号本着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这个安理会的这个常任委员会的一个资格。就第三点，就驱逐那个蒋介石的代表，原来蒋介石代表这个中华民国的，但是现在27582决议以后，他的代表权的资格被取消了，就是等于你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合法这个法人的身份取消了所以法人身份取消了，谁再想恢复？现在是除了蒋介石恢复不了，他民族都恢复不了，对吧？李登辉想恢复中华民国在台湾，陈水扁想恢复一边一国。来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台湾不是殖民地，台湾是已经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了所以他还用殖民地那个法则，他不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法，而要把自己联合国那个殖民地的法则拿到中国，拿来和那个一边一国来处理那个殖民地有那个自决权嘛，人民有自决权，所以说。在中国，在问题上的没有搞懂法律的关系，没有搞虑谁具有这样的资格，什么人具有这个公投的资格，什么人具有那个合法的国家自决权的，没有，台湾没有自决权，台湾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国土，但这个逻辑的大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这个大前提是中国。因为中华民国是个国号，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个国号，这个
国的宪章大会、宪政大会，所有的联合国成立的大会成员都承认自己的观点。所以国际关系搞清楚了，所以法律关系就才能搞清楚。事实上存在，法律上存在，啊，证据确凿。那个联合国二七五八，联合国二十六届大会，二七五八决议，这个是个证据的确凿。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共产党没有在这个细节的问题上做文章，没有把握住细节，在细节上出现了很多陷阱和漏洞。这个是，这个给后来解决台湾问题留下了很大的伏笔，而且造了很多给这个台独啊、民进党啊、李登辉啊、蔡英文啊，这个包括马英九都造了很多意识形态上的这个一个误区，误导人民的一个误区。我们今天在，因为我们这个不在三界中，走出五行外，我们在祖国看到旁观者清，对待这个台湾问题的定位很清楚。美国人为什么很清楚？美国人定位就是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的定位不是跟政府的关系。台湾当局包括后面的那个台湾驻美代表，包括夏公权，都千方百计的证明自己是该人们的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他打这个名字叫 GRC， 该人们的Republic of China， 结果叫美国的外交部或者这个国防国务院这个官员当场就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后来他改，千方百计掩饰这一点，他说这个 God 是该人们的就是 God 是上帝，然后呢 Republic 之后呢，他说是 Real 就是 Real 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然后呢 China 呢，他说 Peer， 他说是 Peer。这是什么？是关怀，是上帝很真的是很关心这件事情啊。所以说美国人的这个台湾人那个政客啊，这个造谣生事啊，弄虚作假，顶呱呱呀，这太实在是太手段太高了，当然勃然一笑，这么一个，也就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从这里就是看出来，台湾这个政客们是多么的奸诈，多么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制造这个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包括习近平提出来一国两制，2019年的一国两制之后，蔡英文提出的四个坚持，就是其中一个坚持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完全是颠倒黑白，违反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台湾是一个，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是一个主权完整独立国家。台湾是，台湾回归以后，1947年宪法，就规定台湾是台湾省，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一个定位，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所以呢，真正的问题呢，是我们的国台办，我们的这个外交部在这个宣传上口径没有提出。认识没有一致，理论上、法理上，没有把这个逻辑上的推敲，而只是一味的坚持。我自己当初邓小平怎么说的，我就坚持就怎么说，按照那个模式来套下来，而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来可以一一的反驳，在法理上进行反驳，就失去了有利的这个机会。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个名不正则言不顺则。没有搞好，所以共产党这个政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我们说，首先要一箭射不成靶，首先是箭的这个射箭射手的问题，射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执政的时候，在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任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犯了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也就是教条主义的观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上呢。
应该说一分没二。就是说，台湾问题，台独是有争议，是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共产党在执政党在这个方面，在理论上的不健全、不完备，并且存有对你这个叫存有对蛇的这个幻想，这种抱有一种对立斗争的那种弹幕。另外不知道现在两岸关系是处于内战的延续状态，所以这个定位搞错了，这个定位搞错了，那么就把自己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主动权就失去了，就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定位。模糊的定位对谁有好处？对台湾才有好处。对于不懂，就像马英九说的，对不懂不读不无有好处。这就是我们一国两制为什么陷入陷阱，因为一国两制制造了这么一个模糊陷阱。一国两制建立在什么过度自信的一个基础，因为中华人民国社会主义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大陆是那个大陆这么多13亿人一定能战胜2300万人台湾人，这是过度自信的陷阱。所以我们判断错误制造的决策是错误，而一国两制的决策就是因为我们判断错误以后所产生出来的后果。这个后果呢，因为你的设计的标准不是取代中华民国的这个法律地位，你不把自己当成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法律地位，把自己定定为一个是新中国，是一个不同的新国家，结果自己没搞成，变成了反而成了台湾人的另一个国家，另一个中华民国台湾，另一个台一边一国。我想如果这个问题呢，共产党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我想在美国呢，因为这个外来的合作好像已经旁观者清，我想首先跟民主党的民主党的总统那个拜登，然后跟国务卿布林肯讲，按照联合因为他在阿拉斯加讲那个阿拉斯加讲的按规则办事，按规则实际上就按联合国规则办事。按联合国规则就包括2758号决议和联合国宪章23条，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国民，是法律注册的，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代表董必武在那儿当场签字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好解决，是吧？只要现在是不是中国求，现在原来是中国求美国来帮助解决台湾问题，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现在是美国求中国但是帮助解决乌克兰危机问题。如果习近平主席还有这个外交部长王毅，还有包括我们的那个王文斌这个国务院发言人，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我们现在主动权在中国手里，中国怎么来解决中国为什么说是和平依法解决，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解决台湾问题，就是给联合给苏国的和平解决树立一个榜样。你用中国的方法解决了和平解决了台湾问题，你就是用解决了化解了台湾有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危机，这个就才是正道，这个思辨能力，你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说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真正的是为中国人民全中国人民利益着想。我现在你真的是如果是真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话，你真的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国家主席的话，你就应该像现在就抓住这个时机你这个面对大海春暖花开这个时机，3、4月份解决台湾问题，然后你才有理由20大的时候7、8月份这个20大的时候你解决，因为你的5、6月份就进军台湾了，驻军就过海驻军，这个是名正言顺的正义之师、威武之师，联合国维和部队一样，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这个执行部落实执行部队一样进驻台湾，这才是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你非得说把自己要逼成扮演成和乌克兰、俄罗斯一样，把自己套成这个模子一样，那我们就上了另外一个另外一条另外一个贼船。另外一个杠，自己搬起石头又砸了自己的头，所以呢，就是
样的话，而且我又是在日本在西北大学的时候入了党啊，这个在党内来讲呢，我和习近平应该是同志，同志呢会产生一些什么呢，相同的观点也会想成不同的观点，这不同呢是层面的讲，不同呢它能产生和而不同呢它能产生创新，这创新我们就是经过了20年、30年、40年的不同的不断的提出下行上达的意见，我反映这个，反映这个新中国提过2次这个意见，已经有1998年开始，1995年我和江泽民就是谈的是就解决台湾问题，江泽民出了一个共同努力推动一个祖国和平统一，今天3、8点的论述，我1998年正式向江泽民这个周恩来提出复兴中国。共建家园，这个依法治国和平统一，这个观点呢我是有根有据的，我在这里呢因为证据太多呀我相信共产党他也应该应该也知道我这个观点，但是十四大的时候我也提出来了，特别是十四大十五大以后我提出来，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那么解决台湾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包括台湾的。当时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主要是王沪宁这个文档的，直属中央这个政策研究办公室的决定，只有邓小平提出来，所以否定了我的同心同国论，就否定了中华民国是中国的一个一个论述，认为我这个呢是变相的两国论，所以呢这种形而上学呢害了中国人，害了中国共产党。害了中国人民给中国人民带来一个过度眼镜，把中国人民腐朽化，而且过度自信，包括现在我们的理论自信、那么道路自信，这个完全，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还有生命，上帝还给我留了一点时间啊，那么至少我要抓紧的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嘛，教育就是命，我能不能起到效果？我每天我都在这分享一个部分，就像1001夜的部分，我每天都在赶紧跟这个不单是跟这个中国讲，因为跟中国讲有时候讲不通，中国是一言堂不允许有另外一种声音所以拜登说呢，创新只有在自由呼吸的地方要自由言论自由的地方才可以才可以才可以产生创新特朗普呢又说特朗普的观点就是在真正的利益要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当然是要考既解决台湾问题也要考虑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美国得到什么利益呢，美国在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上起到一个调解中间人的作用，这个中间人不是拉偏架，是个裁判员的作用，这个裁判没有国际裁判的标准是不行，什么是国际裁判标准，那么就是联合国宪章嘛，就是国际裁判，2758决议就是国际裁判，你这个回到我们劝这个裁判你不能拉去黑哨，我们劝这个美国人呢扮演这个裁判的这个角色，希望是全世界各国人来来观察这个美国是不是扮演这个裁判公正的裁判角色，是不是真正的理解和贯彻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2758决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中国人民党由被动转为主动，由过去的受别人摆布而由自己也有了发言权，有了抗争的权利，就是抗辩的权利，对吧？有了政委的权利，我们证明中华民国是另外一个国家，这个是政委是假的，是不成立的。我们证明这个中华民国台湾这是假的，是个杜撰的，是个造假的一个假冒伪劣产品，这个造谣生事。瞒天过海，这个欺骗拉美国下水，这个假冒伪劣产品。那么现在不去搞，我们大家都不去批判，不去证明，不去声张正义，那么听之任之，姑息养奸。结果是什么？现越演坏的东西越坏，越一报还一报，得寸进尺。现蓬佩奥又要访问台湾，号称要去支持。台湾台独，还有这个法轮功，这等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初始条件不严谨，
这个条件就是说中华，这个条件就是中华人民国，就是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啊，唯一合法的。这个充实条件，哎，也是对我们把它模糊化，这一模糊化，自己搬起石头砸了。我们一再重申，啊，现在是重新包装，一国两制，重新包装啊，二七九八号决议，重新包装联合国宪章，中华民国，重新解决，考虑解决台湾问题。现在是到了龙虎与蛇应该认清的形势，所以说我们丢掉幻想啊，放下包袱，去争取。谢谢大家，我也不再谈我过去的那个了。